你来打灯谁也敢出来啊，我们在那吹着四国学阿斗文家风不上手的身边的身体还前面这辆黑车突然变道，刚刚差点撞到。疫情反反复复，商场里就越来越空。最近几年开实体店的真的是太艰辛了，我记得一个月前来吧，商场里都是人，还都要排队，结果最近那个又厉害起来了，一直反反复复，什么时候是个头。老板，你可吃啥随便你，你可代购新开一个泰国菜啊，吃啥的那个青提卡卡。我们是今天店里的第一桌客人，店家肯定很开心，开张了。老板，一个龙虎皮米在哪哈？没问。你要的反名字是一次的。哎哎。你都恢复一次的。是的，一次是。我是几岁为还一次，我希望你一次再聚一次。我很少不来做，但是来。第一桌菜煮个豆筋肉。老板，吃吧。开外个来着冬阴功。如果我外公还在，那么帮外婆盛汤的一定是外公。外公，你看到了吗？已经四年了，外婆现在很好，你放心。后这一火还有一只酸女空心菜，一块披萨饼都低特个，果然已经吃不落子。吃饭走来，来太太请喝茶。老板，喏，那个椅子我帮你倒走来着。没喊没喊没喊。从新疆欧洲的倒走来，现在你来弄来拼一拼。老板，那个椅子，那是你小辰光跟太公出去，太公就弄一个椅子。哎哎。可是侬把两口子自家拆开来着。是拆过，拆开来就挂了箱子里。我小辰光呢，放三个椅子台的，那么定这辰光是那椅子还拆过嘛？拆开来是挂了箱子里，想到是。你等我配合一下，你努力拼凑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把椅子真的是一般般了，是你父亲的太师公留下来的，所以说是要快200年子。好吧，那个手脚把椅子分红分弄它。这不嘛，争取它的这本年要是搞三的，上坡来才搞。这没扣钱，那是水产的。这本才水产的。三百倍，那不这位啊，你这一张，你喊喊姐啊，拜拜。